弟兄姊妹，主内平安。Amen。 我们再把圣经打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35节，这一堂课我们来交通身体得赎的复活。身体得赎，身体得赎的复活，我讲的第二，身体的复活。身体得赎的复活，这个复活呀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灵性的复活。第二个阶段是什么？身体得赎的复活。这两个阶段对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前面这个阶段灵性的复活，最后身体就一定不能够更美的复活。这更美的复活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提到，得到更美的复活。更美的复活，我得救了，我也不得荣耀了，是不是更美的复活呢？不是，不是更美的复活。我不仅仅得救了，而且得荣耀了，不仅得生命了，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复活，好，咱们看第35节。有人问，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有人会这么问的，死人怎样复活？撒都该人为了试探耶稣，曾经问过复活的事情。他怎么问的？拉比，将来死人怎么复活呢？假如，他就说了，一个妇人，一个女人，嫁给了7个人，嫁给了哥哥，哥哥死了，完了二弟来接续，再娶她，最后这7个都娶过她，她死了之后了，将来在复活的日子，他是谁的妻子呢？耶稣当场就这样责备了他。怎么责备他的？你不明白复活的事情，因为将来在天国里复活的身体不是谁的妻子了，他跟天使一样了，没有男没有女了，你相信吗？无男无女的。灵性的复活是无男无女的。今天肉体的活，因为人肉体有限，所以必须男女才结合成为几个一体。人肉体的有限，所以成为一体，因为男人只能承担一半，女人承担一半，是不是啊？男女在一起结合才成为一个什么一体，一个新人。但是它是预表，那么将来我的灵性的身体和基督的身体成为集体一体。所以我首先要断定一点，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跟天使一模一样，没有娶也没有嫁了。你相信吗？既不娶也不嫁，没有死亡了，没有悲哀了，没有疼痛了，只有一样爱。因为现在你缺少的是什么？爱。将来就叫你的喜乐满足，叫你的爱满足。今天你的爱不满足，你的喜乐不满足，我告诉你，神是我们的满足，你听没听明白？将来神就是我们的丈夫，好不好？今天你的丈夫给你带来的快乐不多，将来上帝要给你带来满足的快乐，是不是啊？叫你的喜乐满足的快乐，是不是啊？叫你的幸福，幸福是怎样？幸福是什么？永恒的，对不对？
叫你的幸福是永恒的，叫你的喜乐是满足的，有满足的快乐。所以将来那个属灵的那个身体是和基督结合的，今天你的肉体是和你丈夫结合的，你的肉体是跟你妻子结合的，你跟你妻子结合的只是临时的一点，并没有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没结婚的时候盼结婚，结婚的时候之后呢就痛苦，没有欢乐，是不是啊？没结婚的时候向往着结婚，结完婚了之后呢并不觉得幸福，将来上帝要叫你的幸福是永恒的，永远没有悲哀，永远没有痛苦，永远没有哀号，是不是啊？上帝要叫你的爱情永恒，是什么？永恒的。人世间能够找到永恒的爱情？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快乐的，永久快乐，一天比一天新的快乐。幸福是永恒的，爱情是永恒的，好不好？你丈夫今天看你不顺眼了，还打你，是不是啊？还藐视你，这肉体上的，这肉体上的，永远不能叫你满足。所以，将来天国上帝告诉你，就明明告诉你，叫你的喜乐满足，不男不女，灵和灵相交，是不是啊？你的灵和上帝的灵进行相交。成为一灵，基督是你的丈夫，你是基督的妻子，好不好？好，咱们看，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死人怎样复活？下面说，无知的人呐，他说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怎能生呢？哪个是种的？这是不是种的？这是不是种的？死怎能生呢？肉体若不因罪而死，心灵怎么能因义而活呢？你所种的若不死，怎能复活呢？种这个必须得死，这是必死的，是不是必死的？必死。卑贱的身体必须改变形状，重的必须得死，是不是啊？往下看，你所重的若不死，怎能生呢？并且你们所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有人问了，将来咱复活还这样呢？毛弟兄还那样，念财叔叔还那样，赵华还那样，是不是啊？小青还那样，上武江还那样，是这样吗？不是，不是的，那不过是死力。你现在这个肉体不过是死力，不过是核桃那个外壳。你看见的肉体不过的这个外皮，不是将来那个新生命出来的。玉米种在地里头，玉米一个粒儿种在地里头，玉米粒儿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这是个胚芽，是不是？这是个胚芽，这里是什么？这是什么？淀粉，是不是？这里是脂肪。玉米那个粒是这么结构，里面有胚芽，有胚根，是不是？最后呢，生出来的这个芽出来了，得把这外壳给它拱破，最后出来产生出现须根了，完了搁这么出来一个什么，从地里钻出一个尖儿，搁地冲破了，冲破之后就开始就长出玉米苗了，跟这籽一个一样，最后你拔出这个玉米苗，在就是建苗的时候把这个其他的苗拔出来，你看那个玉米苗根上有一个房子人
有一个粒儿，那粒儿的必须得死了。所以耶稣在这里，你所种的这个东西若不死怎能生呢？他死他生，是不是啊？他必须死他才能生，这是复活的过程。我们所种的若不死怎能生呢？你现在这个肉体的样子不是将来复活那身体的样子，是不是？你必须得知道。所以你现在肉体里要死了，你不用害怕，因为它不过是个什么呢？死力或别样的谷物。就拿谷物来做见证，来做证明，谷物掉在地里那籽都得死才能长出苗来。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肉身就是那个籽粒，和将来复活那身体绝对不是一个样。咱这肉体时间是吧，受时间限制，时间越长的越老，是不是啊？长皱纹，受条件限制，将来上帝给你复活那身体能够承受神国，不受时间，不受空间，不受物质间，不受冷热，是不是？不受这些条件限制的。你这肉体受条件限制的，所以在条件中间才能活着，离开条件无法活着。你信不信？你这肉体抛到宇宙空间能不能活着？不能活着。所以没有地球引力能不能活着？没有空气能不能活着？没有阳光能不能活着？没有雨露能不能活着？没有水能不能活着？没有地球这物质，这整个的物质你能不能活？可不可以活着？不能活着。人的肉体就依赖着地球活着，依赖着太阳活着，是不是？依赖着空气活着，它有依赖性的。将来上帝给你复活的身体跟神一模一样，所以把你带进造物主里面，就是要叫你跟那个造物主一模一样，去承受另外一个世界，没有土壤的世界，对不对？没有空气的世界。我要用这个身体去承受那个国，肯定得死，对不对？用毛毛虫的，毛毛虫在地上爬，谁看见毛毛虫的？啊？有几个阶段，是不是？这是毛毛虫的，在地上爬的阶段，它无法在天上飞。这毛毛虫能在天上飞吗？它这是爬的阶段，这毛毛虫爬的阶段，就是你现在这个肉体在地上爬的阶段。将来以后呢，去哪里了？蛹，是不是？这个蛹阶段，你将来以后也是在地上爬的阶段，在地上走路的阶段，在地上活的阶段，有一天呢？也要给自己续个什么？续小窝就躺在那里。毛毛虫将来以后怎么办？
这是毛毛虫阶段啊，这是蛾阶段，这是复活阶段，成为什么了？成为飞蛾了。飞蛾不用爬，这能爬，这不能爬了，一动也不动，一动也不动，在这一动不动，在这里过了一个冬天，是不是？最后成为飞蛾，在天上干什么？飞。那你将来以后长不长膀飞？飞。你一定会长膀飞的。我这个形状不一定画的那么像，你也一定会长膀飞的。这形状和这形状一定不会是一样的。不一样了，不一样。这过程和这过程一定不会是一样的。这过程和这过程一定不是一样。他现在变成蛹了，死没死？死了吗？谁家看见蛹死了？死了，新来年怎么变飞蛾？他现在在这走，突然在这里，死没死？死没死？没死。圣经说，论到睡的人，只不过是转换一个方式了。转换一个方式，等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叫预备复活。今天为什么叫你预备道？将来这个承受道的人复活就升天，不承受道的人复活了下地狱。听没听清楚？啊？最后就这样，把一扎扎唰去，你说往哪飞吧？天上飞，天也知道。绑一扎扎就飞了。灵性的身体，是不是啊？这个形状肯定是不一样的。毛毛虫的是这个阶段，这阶段它就得爬，它想飞能不能飞了？飞不了，飞不了。你今天就得在地上走不走，你想飞能不能飞了？飞不了，飞不了。因为你这肉体就决定了受这个时间、空间和所有条件限制的，就活在条件中间的，是吧？所有的动物，神就给你一个写照，就叫你看见动物所有这个过程，就是人将来的过程，是不是啊？就是你将来的过程。你在这地上爬的时候，吃啊吃啊吃啊，这时候吃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这时候吃不吃了？啊？这时候吃的。就是高级的，这时候吃的是低级的，是不是？对。那咱们将来这时候吃不吃？这时候吃不吃？不吃。将来和生命隔的水，吃天上的什么果？就吃更高级的，是不是？现在吃低级的属土的，将来吃高级的属天的。今天我在地上就正在吃呢，里面那人就供养，叫他供养他，就预备更美的。谁的生命更丰盛，将来复活那心体就越美。我现在先告诉你，谁今天那个属灵的生命更丰盛，将来复活那身体就更美。有没有更美呀？有。启示录就是更美的复活，是不是？谁今天在地上追求，不追求生命，净追求生活，将来复活那个就羞辱。那单一理书有受羞辱的，有永远被憎恶的，有得永生的，有没有？第十二章就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说的？有受羞辱的，受羞辱是火里抽文财，羞不羞辱啊？你是要火里抽文财的得救，将来复活，还是要更美的复活？更美的，更美的复活。所以这个复活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得。确确实实的相信这个过程，跟所有的这个地上这个动物都是一样的。动物怎样，那么将来我们就怎样。这只是神用这些来提醒我们，是不是提醒我？那么你说，这毛毛虫子越胖，最后那个茧蛹就越大，对对，复活的蛾就强壮，对，毛毛虫子越小也不吃东西，那茧蛹就瘦。就小，将来复活那个飞蛾，就小，信不信？信。今天在地上不预备将来的食物，那是最傻的。
都为这个服务，那是最傻的。这个的没有啊，最后他的归土啊，他从尘土出的，他仍归于尘土，你信不信？所以今天多追求属灵的生命，谁将来生命丰盛了，复活就更美，就看谁美，荣光就越大，荣耀就越大。你看没看着蝴蝶也有美的也有不美的，有没有？这就是提醒人，蝴蝶有没有美的？有。有没有不美的？有。蝴蝶美的都美的那么好看是吧？你都巴不得抓住了，留一个什么样本，真好看，真漂亮。原因是什么？那种好，说种好，那种好复活将来就好。你今天在地上，你就不追求属灵的生命，将来那复活的身体，一瞬间我们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哪一天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了，这世界将会没有的。这世界没有，那么今天我们是带着什么样身体呢？啊，带着个什么身体呢？更美的身体是羞辱的身体。嗯，咱们看一段经，把这先隔上，先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找到了没有？第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相不相似啊？和谁相似啊？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定心丸，是不是定心丸？所以死了你不用害怕，肉体死了不用害怕，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这你死了是叫你改，给你改变形状，好不好？必须经历这一关，你不相信死了吗？今天就经历这个死，好不好？经历这个死就是见识一下。你不羡慕耶稣的身体，将来叫你见识一下，你也会有跟耶稣基督荣耀身体相似这个身体。阿门。你也会有这个身体，你信不信呢？信。这个身体只要信他名的人，属天的公民就都有这个身体，是神给你预备的份，不叫你在肉体里建造，好不好？不叫你在世界上建造，叫你今天抓紧时间的供养自己属灵的身体，把里面那个喂饱，长成满有基督身量，好不好？得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盼望那一天的来到，身体得赎的来到，身体复活的来到。那么今天我们盼那一天，我们今天就应当怎样预备啊？怎样预备？有没有那个指望？喜不喜欢将来那身体？喜欢。那美的身体美得不得了，鲜花也没办法比，世上任何的东西都没办法比我们将来神给我们那个荣耀的身体。耶稣就在登山变相的就显了一下子，把彼得掠得不得了了。主啊，这地方真好，是吧？蓬荜生辉的，哎呀，真美呀，美到这个程度了，是吧？我在这地方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看见耶稣显荣了，是不是？显哪个荣？就是那个荣耀的身体。太俊了，太漂亮，太美了。你还想在这个破肉体里活着？你还想在这里住吗？这是个帐篷，你在这里住吗？你就不想在这里住了，是不是？彼得说：“我给你搭三座棚。”这句话对不对？不对。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一座，对不对？不对。为什么？最后有云彩把他们遮上，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不就去拍吗？怎么出来声音呢？没有人给你作弊呢。
你搭三座棚就是天主教。天主教怎么敬拜的？玛利亚，圣母。敬拜耶稣，敬拜玛利亚，是不是？圣母。这把人和神给平等了，这把上帝的儿子和玛利亚给平等了，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变成拜偶像了。所以我们今天趁着还有今天，你抓紧时间把里面的孩子喂大。那里面一个孩子你不知道吗？里面有没有孩子？有，那小生命在里头了，饿得个鸡哇乱叫的，是吧？饿得直哇乱叫的，你去没管，把里面的孩子喂大，好不好？供养他，把他供养大，长大成人，长成蛮有基督的身量。你个人那个你必须先给他喂大，你个人都没喂，你还喂别人的？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脚是蛋，喂喂这个。为你们孩子所找，对不对，弟兄姊妹啊？对啊。现在上帝给你这生命啊，这是你今天，你只要有你的灵眼开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何等重要，是不是？把里面抓紧时间伟大，就像有的弟兄姊妹，他这抓那，那抓那，只要能听这个道对我有益，我就听，是不是啊？能叫我得生命，我就听，多听道，叫里面那生命赶紧道就是神。是不是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听不听？这道丰盛了，你里边的生命就大，是不是啊？不管怎么经历，这道丰丰富富的道，将丰神的道丰丰富存在哪里啊？谢谢你，你能不能拿出来？把这道随时随地提出一个，提出一个，是不是？从里边抽出一个，抽出一个无限的道，在这里边抽出来，抽出来。因为基督住在你心里头，圣灵在你心里头，所以这无限的道从你里边就出来了，就像活水一样出来了，好不好？趁着还有今天，复活这件事还没有临到，身体得赎这件事还没有临到。我劝弟兄姊妹多多的供养里面那人，现在里面人就在这等着叫你喂呢。有时间了，有时间了，是不是？别光顾抓钱，别光顾喂他，他不用喂了，你越喂他越长，你越喂他越长皱纹，不信你试试看。你不用顾着他，他有点东西给他，一张饼一皮带水几张饼够了，以实玛利，对不对？这以实玛利啊，一张饼是几张饼和一皮带水够了，打发他就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供养哪个？供养这个。如果你没有看这样看见，你真是个瞎眼的人，是不是瞎眼？你没有这样看见，不知道里边多多就抓生命，你是不是瞎眼呢？属灵的眼没被照明啊！现在当上帝给咱的机会，好不好？平安稳妥的，日暖风和的，平安稳妥的，一点环境都没有，一点逼迫都没有，正好是沐浴的阶段，正好是濡养的阶段，正好是弟兄姊妹大抓生命的阶段，正好是积粮的阶段，正好是约瑟在埃及在怎样低粮的阶段。低粮的阶段，将来好跳粮啊！将来在饥荒年代来到的时候，你里面有的是粮食，好不好？这些圣经的话语就是宝贝，都得存在你心里头，好不好？都得存在你心里头。咱们将来要离开这帐篷，很快就会离开这帐篷，你就会进到永恒里头，是不是？你进到永恒里头，那个是永远伴随你的。这个永远是你的，这个永远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你相信吗？这不是你，这是虚的，这是虚构的，这是个影，这是个尸体，这是影，你信不信？对，这是外壳，这是子粒的外壳，它不是一个尸体，这是尸体。最后呢，把这个显明出来，等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这个生命必须是丰盛的，好不好？所以主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祥和的而且很温暖的夏天里头，末后时代这些老疙瘩，这些老儿子，这些老小子，是不是啊？我说老疙瘩是东北的话，老疙瘩就是老儿子，是不是？老儿子就是小儿子，小儿子就也是老儿子，是不是啊？小鼻子他爹就是老鼻子。现在上帝给咱们这么个机会，就是低粮，你这仓库能不能装满？现在不是马拿罐子，是仓库。上帝给你，现在你的心就是仓库，装不装到？囤不囤粮？低粮。低不低粮？低粮。你不低粮者，你是傻的。等耶稣来得，你先去上卖油呢，上传道人那去找，没有了，就今年就囤。你自己没有这恩赐，你上传道人那里要行不行？啊，你现在就得满足啊，现在就把它装满，是不是啊？就像那个，咱们今天就给你一辆车，一辆卡车。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全地都要有战争了，就给你卡车粮食，你能装多少装多少，你不得装满吗？装满往大山沟里跑，是不是啊？只要有粮食的，到大山沟里头，你能不能活？能活。把东西吃的东西带足了，就开始开着车往那个山沟里去，往黑龙江那个大森林里去。要叫你，外面怎么战争没问题，我现在粮食满不满呢？到那地方就挖掘一个地方，把它粮食好好存，不让老鼠盗去，对不对？不让魔鬼把你盗夺走了。这是你今天逃过大灾难一劫的生命的粮食，好不好？不让魔鬼把那个生命粮给你夺走了，守住，将来就有更美的复活，是不是啊？是。往下看，无知的人呐，第36节，你所种的若不死，怎能生呢？并且你们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进入麦子，或是别样的谷。这是个比喻，对不对？用麦子来比，进入麦子或别样的谷。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将来呢也随自己的意思给你一个形体。毛弟兄将来复活那身体和赵华那身体肯定不是一样的，神随自己的意思各给这个一个形体，保证不一样，保证不一样。今天在地上一个人长一个样，保证不一样。随自己的意思给你一个形体，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也是这样，随自己的意思给你一个身体，但保证都是漂亮的，是不是啊？不用你去纹眉去，不用你去化妆去，不用你去又去割双眼皮去，你割不好还整一个残废的，不用，是不是啊？神就给你一个装扮，一个最美好的那个灵性的生命，毫无皱纹，毫无瑕疵的，洁白的如玉的，给你那么一个好身体，好不好？永活的身体，永不见死的身体，这身体会见死的，那身体是永不见死的，好不好？神要给你这么一个身体。好，再往下看，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你看，我们人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也是各有自己的形体，肉体是凡肉体各有不同，是不是啊？肉体是不是也各有不同？有鱼的肉体，有猪的肉体，有牛的肉体，有羊的肉体，骆驼的肉体，人的肉体都不一样，是不是啊？各有自己的形体。人是一样，
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是不是啊？将来就是必有天上的样体，这个身体，这个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荣光也有分别，有没有分别？有分别，有分别的荣光大小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就叫你今天，叫你，你今天得生命还是得生活，在肉体里见到还在生命中间见，把主今天给你那个，你不承认主，这是主的身体，这主身体在不在里面？在不在里面？长大与不长大，就今天就决定。这身体今天就确信有一个身体，就得用信心，多听主的道，把这身体攻大，好不好？行不行啊？有没有基督的身体在你里面？须弥羊就一个身体，我们几个？两个，两个身体，相信不？相信。将来不是这身体成出神的国，就里面的你确信有基督那个复活的神，童真女生的，属天的，不是属地的，神的不是人的，灵性的不是物质界的，对不对？这身体要把它显明出来，显不显明？谁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是不是啊？你敬阿门阿门，这是主的身体，我已经接受到这个身体，这身体将来要显明出来的，显不显明？在什么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显明，就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显明，好不好？所以今天不要一切，要把这个生命，是不是抛弃一切，要把这个生命攻大，好不好？什么都不要了，就把这个生命攻大，抛弃所有看透粪土，把这个生命攻大，我要得着基督，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今天赐生命给我们了，并且叫我们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当得的，神给的权柄，当得的属天的生命，行不行？你就没有任何的理由，你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得这个生命。你谁不得谁就傻的，现在什么都不能顾了，就顾这一样，我先把我自己的生命先顾了，我才能供养别人。你的生命都不丰盛，你给谁？是吧？你给谁都不能供给别人，因为你的生命没大呀，你没有丰盛的生命，你供给谁，谁都不能得到供给。你都贫穷，别人怎么能从你那里得着？好不好？当你生命长大了，自然就流淌出来了，这生命别人就得着了，对不对？你这杯子倒满了，哇，我一直往里倒满，水漾出来了，有的是水，对，你这个水嘴子，插打开了，不住地往外喷。别人从你那儿接了水，扭开了，光有气儿，没有水，怕那喝，解不解渴？啊，接在那水嘴上，嘴对那水嘴上，那么接到水，啊，出不来水，别人不能解渴，你那里面没有粮食。就像一个女人呢，瘦的自己瘦的不像养了养了孩子，生个孩子，为什么？是吧？自己还没喂足，还上别人家去抱个孩子来喂？你有奶吗？啊？是不是啊？你得具备奶，那两乳必须丰盛的，是不是啊？大大的一个孩子，一个奶就吃饱了。你看这个这话，我那边笑什么笑？因为
乌龟的言语一句不可出，这是乌龟言语。你看看雅各书是不是这么说的？雅各书是的，这是一种比喻啊。对，是雅各多贼也不行啊，是费这个小孩以为雅各要不好意思，你以为学生理课呢？瞎点蒙的不好意思。上帝就给你造，这就是美啊。你不要把这当可耻羞耻，亚当知道分别上乳，把这两乳当羞耻，这是羞耻吗？不是，这是美，这是女人没有这两乳她就不好看，有两乳她就好看，你信不信？是上帝给你的美，这是你当的，但我这是只是个比喻，两乳大孩子得保足，你自己都干巴巴的瘦的，是不是那肋骨肋巴条一根是一根的他还上去了，去了吃你的奶，张扎几下，哎，就开嚎声，为什么嚎？好你还就啪揍一巴掌，还不听话呢？你为什么揍孩子？揍心，我奶要揍心。我说这话是真的，工人他的两乳必须丰盛，是不是啊？是啊。保罗说：“我用奶喂你，不能用饭喂你。两乳不丰盛，就表明他没有丰盛的生命。这两乳代表丰盛的生命，工人必须，你供养别人的，你自己的生命必须是丰盛的，是不是啊？你自己生命一丰盛，体壮，奶就多。”体瘦弱，那奶就小，那孩子不咧嘴咋的呀？你还打孩子，看应当打你。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笑料，也不要以为这是一种肉体上的事儿。你往肉体上想，肯定是感觉好笑。它不是肉体上事儿啊，它是讲属灵的事儿，对不对？对，讲属灵的。一说有人说那净说王浩净说污秽的话，这不是污秽的话，是他心里污秽，他才感觉到我讲的是污秽的，是他有问题，他才感觉到我讲有问题。神造什么用？那是不是神造的？是的。神的好就好的，他什么他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哪事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包括男女的交合都记载在圣经里头，有没有？有。包括蛇在那个磐石上爬的都记载在圣经里头，这是污秽的话吗？有一回我讲这个地方，我就讲，我说男女交合，你怎么能说这话呢？你怎么感谢？你吃饭的时候感谢神，你交合的时候怎么不感谢神？我说这话是说什么问题呢？就说有一些人呢就走形式啊，那吃饭时候的使劲呢，跟他祷告祷告，人家这边都吃饭了，他一个劲在那祷告，祷告没个头，还谢饭祷告。走那形式干什么？是不是？我们的心每一天都向着神，神知不知道？未祷告以前，上帝已经知道，随时多次多方的祷告。那为什么非得赶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劲在那祷告，显得他很敬虔的？就这样的人都是假冒伪善的，是不是假冒伪善？对不对呀？工人首先是丰盛的生命，才能供养别人。工人都在那干巴巴的，你讲道也是干巴巴的，是吧？你里面没有那个生命，你供给别人也供给不了。现在就积存粮食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积存粮食。约瑟在埃及敌粮，最后救活了一家人，是不是？救没救活？挪亚在方舟里预备粮食，就救活了他一家八口，还有那些动物，是不是啊？敌粮重不重要？重要，得丰盛的生命。所以这里边我们再看啊，将来的荣光也有分别，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呀。有没有分别？一定会有分别的，这星和那星一定会有分别的，
这就说明你今天生命的大小直接影响将来你在主的面前你的荣光大小，是不是啊？太阳的光亮大还是月亮光亮大？太阳。星星光亮大还是月亮光亮大？月亮。将来你今天你现在在这里头不是干别的，就是要得更丰盛的道。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是人的什么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生命大你这光亮就大，你生命小你光亮就小，你的将来复活的今天的丰盛的生命，将来复活的身体就是荣耀的，对不对？你得没得更丰盛的生命？我来叫羊得生命的，并且得的更丰盛的，好不好？好，再往下看，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这就提到死人复活的事情，就将来的身体得赎的复活。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你现在有没有灵性的身体？有。你现在有没有血气的身体？有。有的血气身将来必有灵性的身体。但今天我们是确信将来是实现，今天确信我里面有没有基督那个灵性的身体？有啊，将来一定会显明出来的。今天是确信将来是显明，对不对？就把这个灵性身体显明出来。那你今天供养这个灵性的身体，要没有这灵性身体你怎么供养呢？你怎么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怎么长？你不会，你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身量，叫你跟仇敌魔鬼打能打过他吗？你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跟魔鬼一来就跟他就把他打趴下，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丰盛就是明天的荣耀，是不是啊？是。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什么？必死的，复活的是不死的。你为不死的，是为必死的；你为羞辱的，是为荣耀的；你为羞辱的，是为灵性的。这个很关键的。我们既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是不是？所以我讲两个身体，有人接受不了。那我讲两个身体不对吗？对，不对吗？如果没有这身体，我供养谁？长成谁长成满有基督？这长成满有基督身量，还是这个身体长成满有基督身量？你跟有些人根本说不来。屈明阳就这么讲：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身体，将来有。将来有这个身体，他就这一个身体。他说重生就这个人死了又活了，对吗？讲那重生都讲的有问题，对不对啊？感谢赞美赐给的阿爸父神，今天能够叫我们明白复活将来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竭力的什么追求，竭力追求什么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好不好？好。别为地上这个有限的东西是不是丧掉了你将来那个荣耀的，不划算，是不是啊？犯不上。今天就要叫你，今天上帝给你这个机会，就叫你得这个生命，多得，是不是啊？多拿多见，是不是啊？像惯了一样多见，这生命流淌，不住地往外流淌，好不好？别嫌多，生命别嫌多，什么嫌多？地上要财宝多了，那嫌多了。这个人的生命就达到了灵性上高峰的程度了，地上的有一点就知足，天上生命有多少也不知足，
对不对？天上，我今天追求天上的不算是贪婪，是不是啊？对，我追求地上的那就是贪婪，就在肉体的情欲中间活着。好，再往下看啊。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有没有灵性的身体？有，也必有嘛。经上也是这样记的，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括弧里面括血气的，是不是、啊、成了有血气的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就是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啊。这叫人活的灵又住在你里边，等你里边长大了又能叫人活，是不是、啊、你里边长大成长成满有基督身量又能叫人活了。死在我身上发动了，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叫别人活了，是不是啊？好，再往下看，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亚当在先，基督在先。亚当在先。好，我们看啊、哦，这个在先是这个在先。这血气在先，是灵性在先，这个在先，这个在后，这是信道的时候才重生，这早就生出来，所以这个在先将在后，这个在后将在先，对不对？对，这是灵性的身体，这是血气的身体，最后把这个显明出来，不是显明，不要显明这个，对不对？地头一个人是处于地。乃属什么呢？属土。看，头一个人是属地，乃属土的。第二个人是属天的，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属天的？是的。乃属灵的，是不是属灵？是。属土属灵，现在你供哪个很关键的？都供哪个啦？全整个的普世教会都在供哪个？都称哪个是儿子啦？这人的儿子，这神的儿子，从神生并不犯罪，从人生生的就有罪，罪因罪而死，这个因义而活，对不对？好，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啊。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亚当怎样，凡属土的，这个属土的就怎样。亚当入土了，你这属土的入不入土？入土。好，这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基督怎样，你这里边这重生的就怎样，一点都不差。基督升天了，这个升不升天？基督有荣耀的身体，你这个拥有荣耀的身体。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这个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啊。凡就说所有的，基督怎样，属灵的怎样，凡属灵的就怎样，属土的怎样，亚当怎样，凡属土的就怎样。看清楚了吗？现在你每一天都在这里头分辨，我这么指就叫你分辨，我把这个人掏出来了给你看，我这是个用拿这个瓶做我里边那个人的一个什么啊，比喻，比喻啊，你知道是比喻吗？知道。我要不这么给你掏出来，你不知道。亚当怎样，我的肉体就怎样。亚当怎神怎么说的？你本是尘土，也被归于尘土，仍要归于什么？基督。基督怎样？你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那么现在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儿子，是不是？是啊。神喜悦基督，也喜悦我们这个。是啊。凡从神生的，神就喜悦，对不对呀？对啊。所以，听到的时候尽量怎样？看着视频，我在做比喻的时候，你就能看懂。如果光听声音，
不一定懂。说光听声音，我这么一比呢，你就懂。我就拿这玩意儿这么一比呢，有很多不明白的，一听声音没明白，最后看视频明白了。看视频为什么明白？如果就听声音，咱们就不录音得了呗。录音出来那个效果和你今天看视频直接我这个表情面目表情和我这动作你就很容易清楚了，是不是啊？我们为什么要到学校去学习？学校有真的老师在讲课，你就能明白，是吧？你看着老师在前边所有的语言肢体语言和整个的口里出来声音语言在表达表情，是不是动作你都能清楚明白？如果我在那上网上下载个声音在那听，我一定听明白，是不是很难明白？所以今天需要有做先知讲道的，是不是有这个恩赐啊？明天会有讲到这个恩赐的，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这个恩赐很多人羡慕，这恩赐大不大？大大，再也没有那个兴起大这个，他说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有人羡慕，羡慕就自己随着情欲增加，好像使不上一讲就错。先知讲道的那是有圣灵的，先知不是自己要起来做讲道人，是圣灵在引导他做讲道人的，是圣灵借着他口在说话的，所以他讲出的话有能力，能扎人的心，能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也是从情欲生的，他一定不会讲明白的。讲复活他肯定讲就这个复活，将来身体得赎就这个得赎。这赎是什么意思啊？赎是什么意思啊？身体得赎，这个身体从这里头出来变成飞蛾了，是不是啊？得赎，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从神儿子来的身体从这里赎出来，这是茧皮，是不是茧皮啊？这就像我们的肉体一样，这个从这里出来，从这茧皮出来变成飞蛾，这个我们今天因信接受基督的身体将来从这个茧皮里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这么跟你比，这么给你比喻，你会听懂的。得赎是从这里赎出，从世界中间出来，从撒旦权下赎出来，从律法中间赎出来，从肉体中间赎出来，脱离世界，脱离撒旦，脱离黑暗，脱离脱不脱离肉体？脱离呀，这叫赎。先赎灵后赎体，是不是？将你们从罪恶里赎出来。从罪恶里赎出来，从世界中间赎出来，先赎的是什么？灵。先得赎的是什么？灵得赎，是不是？灵得赎。这耶稣再来是什么？神体得赎，是不是？体得赎啊，体得赎是这个体得赎呢？是这个体得赎。现在99%的教会都是体得赎，赎是什么？从那里买出来，从肉体里买出来。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身？这是脱离的意思啊。是，这叫赎，一个身体脱离另外一个身体叫赎，把它从这里赎出来，从肉体赎出来，从罪恶里赎出来，从律法中间赎出来，从撒旦的权下赎出来，对不对？对，当我没明白，我以为身体得赎就这个得赎了，身将来以后就叫这个身体。不信你看看，不信你去问问，你走一走，你访一访，十个有九个都输哪个？明没明白？真的没明白，包括那站在前面讲道那个都没明白。赎是赎买的意思，谁能救赎我脱离这屈死身？谁能救赎我？这是不是真我？我不赎肉体了，怎么还赎肉体呢？
我不属肉体，从肉体里说出来；我不属世界，从世界中间说出来；我不属律法，从律法里说出来；我不属罪恶，从罪恶里说出来；我不属撒旦的，从撒旦权下说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是先属灵，灵性得属，再属什么？灵性从罪恶里说出来，从世界中间说出来，从撒旦权下说出来，从律法里说出来，是不是啊？那么将来说就是说什么？身体脱离哪个？对不对？所以跟他们讲的不一样的，他们就称我为什么？异端，就这么称我，被称为异端。我怎么被称为异端呢？因为我跟他讲的不一样啊，是不是啊？你若不分开，你永远不会明白，是不是？这两个身体的不分开，你永远不知道将来耶稣基督来身体得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会明白的，你不会明白这里身体得赎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有人说这改变了，按照字面意思，这改变了，就是必朽坏变成不朽坏，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属血变成属灵，就这个变，就这一个人在这变，变好变坏。我们今天不是变，是改换，脱，是不是改换呢？改换，改不改换？改换，行。什么都是改换。基督这个身体来了，替代了这个身体。他长大，他衰微。衰微到一定程度了，这个就显明出来了。是的，这个就看不见了。是不是啊？对，我们全是换呢。基督的血换了我们的血，我们的血跟基督同流出去了。基督的血换了我们的血，基督的身体换了我们的身体。他说：“我的血是可喝，我的肉是可吃的，对不对？”那么今天一个人力改良改善的，所以将来的身体都是他是一个人力能改。你不信你看今天在地上他一个人来的改良改善，他将来身体得赎他肯定也是这么讲的，保证没错，是不是这么讲的？灵的不腐化，他没有身体腐化，灵性不腐身体倒不说，这是不明白的人这么讲。我们不能上当受骗，属土的必归入尘土，对不对？从亚当来的必要归入尘土，必归入的。亚当怎样，凡属亚当的就怎样；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都怎样。这句话不能白说呀，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的。哦，把卑贱的变成贵重的，就把这个变成贵重的，就把那尿罐变成了什么？尿罐，花瓶。谁这么信的谁就有问题啊，是不是有问题？合不合乎圣经啊？那里边就那个不是一个改就把这个突然变了就改变了，就他改变，其实是这个显明，先接受基督的身体和基督血，这个身体将来会显明的。对，这生命现在已经显明了，将来这身体还要显明，好不好？升天，基督来做成救恩，圣灵来施行救恩，将来耶稣来又把我们身体得赎了。基督、圣灵、基督，看不看见？基督、圣灵、基督，现在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一开始是耶稣基督来，但圣灵也在这里参与，圣灵充满了耶稣基督，是不是？最后把耶稣基督。引到旷野都是圣灵的工作，但身体得赎必须是基督来，基督要若不来我们的身体永远不能得赎，因为基督有身体，圣灵没有身体，圣灵就是灵没有身体，是不是？他就住在我们心中，将来那么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得赎，哪个身体得赎？
千万别外面这个。有人以为将来就这个变了，你看这都不是这个变了，这把壳都扒下去了，这把那籽粒，那玉米把那籽粒都扒下去了，不是那籽粒，不是将这个是身体，不是将来的形体，不是用它改变、改良、改善它。金子就是金子，宝贝就是宝贝，属灵的就是属灵的，从肉身生的，就是从灵生的，就是好不好？这是灵性的身体。这个地方我从前跟你们讲过，也没这么认真讲，是不是啊？那地方看弟兄姊妹，血肉之体不能承受永生，我们都要改变，就把这改变，就把这改变就变成什么了，就这个变的，就这一个人，就这一个人，行不行？行，这是不行的。为什么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为什么叫你披戴基督？这就说明不是一个人，乃是两个人。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到耶稣基督来，那个改变是脱掉的意思，是是脱下的意思，是不是啊？那个改变是改换的意思，将你们的心智改换，心都是改换的，那么一定是改换的意思，是吧？改换一心，改不改换？怎么改？改换是不是？更换，是不是更换？更新啊！更新。更新，是不是啊？替换，看看这样的经文在圣经多不多？多不多？改换多不多？多。更换、更新、替换、代替，是吧？血气，灵性的代替血气的，是不死的代替不死，必死的属天的代替属灵，是不是属天的代替属土的，不死的代替不必死的，从神来的代替从人来的，必要是这样的。不要把它讲成是什么呢？就这一个人，好不好？就这一个人。那句话的意思已经告诉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生命，不是这身体啊。我们说重的若不死怎能生，这句话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说重的必须是死，将来那身体，另外那身体，灵性的身体，接受基督那身体才能复活。血气生的，情欲生的，妇人生的，男人的后裔，是不是？属土的，被造的，不能承受造物主的国，是不是啊？必须被生的，童贞女生的，女人的后裔，是不是啊？灵性的，从天上来，天父生的，能承受天国。这个他不能承受神国，他不是将来这个改良改善。千万不要那么想，那么想本人就中魔鬼诡计了。就叫你在哪里住啊？在肉体里，这是最可怕可怕的。就叫你住在肉体里，住在肉体里，那将来这个就是复活，所以你就在肉体里住，永远不能住进基督里。假如肉体要能，就是这个肉体改变，还要叫你住在基督耶稣里吗？不住在肉体里吗？假如这个肉体就行的话，还用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吗？罪身还有必要灭绝吗？罪身这个形状是要灭绝的，将来耶稣来就经历那个灭绝，把这个就灭绝了，一瞬间，一霎时，眨眼之间，没有痛苦，一瞬间就把它改变了，就把它更换了，就把它更新了，是神有这么大的大能。
好不好？好好。将来就这个大肉得吐脑量，就吐脑量的，磨点棒就磨点棒，行吗？掉一个牙，那我这个将来这个门牙掉了，就掉牙上天国了，就大肉体上天。你干吗？你干不干？神要这样的，那么，那这个神就跟那佛教那所信的信仰是一样。但咱们今天这个神呢，是有大能的，是将死里复活那个身体显明给众人，是不是？是将荣耀的身体显明出来，在将来的世界承受将来国度的，必须具备将来那个身体，好不好？灵性的国度里必须具备那个灵性的身体。神就照着这样给我们成就，在哪个人身上成就？所以今天就是预备粮食的时候，好不好？今天就是供养礼拜身体的时候，今天就是抓紧时间的爱惜神的所给我们这一点点的光阴，好不好？好，就今天，别等明天，因为明天的日子不会太多的。你不要想，我还有很多，我还很年轻，我还很怎么怎么的，我还没到那个时候呢。你这么想本身就有问题。你说怠惰的心理，是吧？明天再说吧，等到明天那个时候再说吧。明天那个时候，你知道还有几个时候吗？你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王弟兄，基督到底什么时候来？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是不是连看圣经都不看？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我不需要积攒粮，等基督来的时候我再信一信。基督来前的头一天我再信，剩下这个时间我先抓世界，没那门儿。说没那门儿。这人本身他就是问这话就有问题。基督什么时候来？基督来前那天我就信，剩下的时间全抓时间。我告诉你时间，这时候你凭信心来预备，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等告诉你时间了，你再去预备，坏不坏了？这不是凭着信心，知道我已经知道哪一天来了。旧约是这样，旧约告诉你天数，哪一天发大洪水告诉你，新约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因为旧约是凭什么？凭律法。新约是凭什么？恩典。恩典是靠什么？靠信心。靠信心。旧约是靠什么？行了，所以旧约哪一天兴发的？你告诉你，再过120年，方舟那个大洪水造方舟是不是提前造的？是的。提前造，先告诉你日子，再过120年。耶和华就要刑罚这世界了，那在旧约，但在新约里不告诉你时间，这就是恩典的什么难处，难不难？其实今天这个信比旧约还要难，是不是？比旧约还要难。旧约告诉你时间，人会照着那个时间去预备进方舟，是不是？这连告诉你不告诉，就叫你凭信心来进基督里，看谁能进来。进来一个活一个，进来一个活一个，在外面死一个，在外面死一个，都得死。凭信心就进来，靠恩典，凭信心靠恩典就进来，不凭信心的，靠肉体一定进不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这身体复活是何等重要啊！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再往下看，弟兄们，第50节，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能不能？不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已经告诉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这东西必须把它脱掉，这里边改变是脱掉。这里面改变是改换的意思，这里面改换是这里面的改变是更新的意思，这里不是把一个东西突然变成这样，突然变成那，不是这样变。你不要把这里的改变当成是什么？好，我这个笔我都变成光了，能不能？不能啊，这是不是笔？对，笔干什么用的？
这不能一会儿变光，一会儿变底，一会儿 变光，不是这么改变的，好不好？不是一会儿贵重的，一会儿变卑贱，一会儿变贵重，一会儿变，不是这么变的，而是改换，改换，改换一心，是不是啊？往下看，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这个改变，就在什么时候？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的末次吹响，一号筒要响，死人要怎样？复活，成为什么？不朽坏的。这个末后的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你的肉体是必朽坏的。你就跑一个人里了，当然了，就这个肉体改。你要是这样信的，可完了。你在复活这关没过关呢，是不是啊？你把耶稣给你的身体丢了，你跑哪里去改去了？是不是啊？你把耶稣给你的灵性的身体给丢了，跑肉体去改良改善去了。你把灵性的身体给弄没了，去跑一个肉体里。就体贴肉体的这人就是叫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是什么？体贴圣灵乃是什么？圣灵乃是脱的，不要把这个改了，这脱掉的，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将来那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灵性的，跟我们这血气的身体一点不一样的，形状都不一样。那我将来我是这个形状吗？一天俩脚倒腾走，还累够呛，还是来回倒走100里路的话累死，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确信这件事儿，确信，在你还在接触道的时候，上帝就给你这个机会，确信，我现在基督的身体就在我里面，将来就这身体显灵，对不对？这改观就是这个身体显明，这身体从这里赎出来，这叫身体得赎。正好保罗信的，谁能救我脱离这躯死身体，就在这地方显明了，真脱离了。他现在保罗是用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到顺服罪的律，用这种方法，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这种信心来脱离的，将来就实现了这个保罗所信的，信不信？你信不信？确信是不是？是不是？是。确信的，那么将来就是什么？实现的，是不是？将来就会实现，一个是什么？确信，一个是实现，这实现就是什么呢？照着你的心给你怎么样？这保罗怎么信的？谁能救我脱离这虚死身体？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呢，就在这还没给你耶稣还没来的时候，耶稣还没来的时候，就叫你怎么信？身体因罪死，心灵因义而活，是不是啊？就叫你这么信。等耶稣来的时候，就真的这么成就了，脱离这躯死的，这个脱离这躯死身体叫什么？叫这里的改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这么改变的，把这个扒下去了，把这个脱掉了，把这个针扒下去了。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将来把这个扒下针脱掉了。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是信，是不是？那么现在已经脱去，就照着你的信给你什么？基督来了，就照这个信。所以今天基督徒活是在信心里活着，明明还在肉体，就叫你相信，肉体就因罪已经哪去了？
死人，就叫你相信，相信什么？我已经脱离，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就能脱离。就叫你相信脱离，其实还在肉体之中，现在凭信心就脱离了。这样，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了，我肉体倒顺服什么的律了？罪的律了，就肉体因罪而死。就叫你现在相信死，将来真的倒地上，那就成就了，对不对？听没听清楚？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保守你自己的众教会，保守众儿女，使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能得到丰丰富富的属灵的亮光，使我们今天真的看见了末后时期的复活，使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今天预备生命就是明天更美的复活。阿门。在这邪恶弯曲背面的时代中间，我们在这世上已经没有指望，神要断了我们世界上的念头，神要断了我们肉体中间的念头，断了我们向着世界奔跑的那个属肉体的思念，属肉体的打算。神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不在世界中间建造，不在肉体中间建造，活在世界中间却不在世界中间，活在肉体中间却不在肉体中间，活在这个属罪恶的世界中间却不在罪恶里，活在撒旦权势中间我却不在他的权势中间，超越的进到神的国度里。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这样恩待你自己的众儿女，使我们今天真的看见主你的荣耀，唯独你在我们身上做引导，做带领，做变化，我们的心才能向着你，把弟兄姊妹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把他们都从世界中间带出来，把他们都从肉体中间带出来，使他们不专注在自己肉体中间，想在世上享受肉体中间的快乐，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我父的道是永存的。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脱离肉体，求你引导我们走在主你所给我们指引这条路上，因为这条路是圣路，我们和世界就有分别。愿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